狮子不见了，被偷了一间，破犬被偷了以后，你在田里躲匿上，哦，所以那个就是说一。讲得太生动啊！他把这种东西把它当作是皇民化的东西，啊，把它丢掉，啊，就今麦找我啊！哦，我们在讲这个就是意识形态了，哦，他没有文化做基础，